还在流，真的是太识货了，小眼神还一直望着我求助呢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拿到了。看看妹妹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在慢脑子不会打开盖子，自己不断的尝试打开。妹妹的舌头太好笑了，小眼神一直在求助。不放弃的小吃货一直在坚持要到开喝道，于是那一只好帮忙了。妹妹开心的笑了，简直太开心了，在忙的喜悦。这罐剩下了三分之一，口水一直在流呢。那一只好提醒说，快喝吧，下一次应该会自己找烈梅，为自己打开，会自己喝了。烈梅不只是适合女人，也是宝宝和孕妇需要的营养，完整性营养适合一家大小。只能说简直太好喝了，烈梅真的是宝宝们的最爱，真的是爱不释手。你家的宝宝们